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我在放假的期间，现在马上呢要去三洞屋。这个三洞屋啊，是香港这边一个200多年的具有客家围村文化的地址，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。现在我就到了，前边这个就是三洞屋博物馆，绕过去那边是正门。这个地方呢，在1980几年的时候还变成了一个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室。好，到了，这是一个陈家的祠堂。三洞屋最初是香港古老的围村之一，大约在18世纪中叶，清朝乾隆51年，由陈姓世家在广东的支系所建立。虽然经历了200多年历史，但三洞屋却保存得很好，并于1981年被列为法定古迹，并随后正式开放于市民参观。2016年，在此设立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，作为古迹展示和教育用途。三洞屋共2000平米，建筑布景有如棋盘，内有前厅、中厅、祠堂以及4间独立的居室。跨过门堂就是中庭，这是昔日陈氏家族聚会的地方。房顶五盏宫灯均由大师制作。相传陈氏一家虽为大户人家，但起初以耕作及饲养禽畜谋生，及后长子买下土地建村，常常为村民排忧解难，或朝廷恩赐尺得轻重匾额，以表彰这位年高德重的长者。往里再一进就是陈氏祠堂，刚好处在中轴第三个栋梁之下，也是此地称为三洞屋的由来。由中庭往两边走是4间独立的居室，清漆木门，鲜红对联，尽现大户人家的气派。与围村四周的居室相同，室内保留了很多旧时的生活用品及工具，好让大家更了解以前客家围村人的生活。只可惜因为疫情，大部分居室都关闭了，关闭的居室也利用这段时间在不断修葺和完善，以期做出更棒的呈现。要说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后庭的寻声觅道节庆与民间公益展览，一进门就能听到叮叮咚咚的铁器敲打声循环往复，模拟出手艺人做工时的场景。展览呈现了嗓、气、曲、景4个主题，嗓音是沟通的桥梁，在传统节庆之中，声调、音律均为表达群族活动的基本方式。眼前的这件越剧旦角戏装华丽鲜艳，每年祭拜神灵的大日子，家族或村庄会邀请越剧戏班为百姓表演，观众亦可从中感受到人神共乐的气氛。这一主题为我们呈现出数百年舞台历史的韵律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器这个主题展现出的便是工匠追求细节和完美的精神。你看着天后木雕神像的制作过程，慢慢精细的雕琢和刻画一一展现，还有相对应的工具使用，仿佛前人作业的轨迹就在我们眼前浮现。这细致的宫灯华美艳丽，线条规整，人物栩栩如生，每个细节、每处设计、繁杂的程序、往复的运作，无不呈现出前人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。从无到有，一针一线，我们看到了这些真正的传统手工艺正在这片华夏热土永续发展。在中国文化里，节庆于神于人的概念带来不同的表演形式，譬如表演者以身躯摆动出瑞兽一动一静的姿势神态，游刃有余地完成一系列翻腾跳跃的动作，在不断的排演中呈现出身体的律动，在中华文化中极为常见。曲的展览部分向我们展示了舞狮的制作、演示、表演，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神兽，仿佛戏曲的韵律和表演者的身姿舞动也随之而来，仿佛就在眼前。景的主题则向我们呈现出盛大节日时热闹喜庆的氛围，人声鼎沸的场景让人不禁沉浸在欢欣鼓舞的盛世之中。身处着一砖一瓦的灰白世界中，我看到了彩色的历史就在眼前。华人文化经历数千年，
如今呈现在世界各地，联系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。世态人情随时间而演变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背后的匠心和坚毅却经年不变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地儿我们就介绍到这儿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如果有空的话你也可以过来看一看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了，各位拜拜。从今天前一天三十五个人呢，两个舞龙珠，一个龙头，31个人舞龙身，一个舞龙尾，咁啊配合埋我哋嘅音乐组，打锣鼓啦，打呢个茶茶啦，打铜锣啦，配合埋我哋嗰啲莲花灯啦，沙灯啦，啲人灯啦，星灯啦，你知啦，所以夹埋晒咧，我哋有300多人。Thank you.